你会何时有下一段恋情？我第一次做测试，他跟我说下辈子，然后我再做第二个，然后我是也是说，嗯，什么时候会有新的恋情？然后他给我的回复是做梦，没有关系，现在要这样子，好，没有关系，好，这没有关系啦，好，在所难免，芝麻糖，早安啊，你好，没有，我没有说要转去哪，你好，四千元。没有关系，早安小哥，哎，没事啊，问题不大，反正我一个人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